어쩐지 한 적이 안 들려서 아 내일 부른 줄 알았어요. 안녕, 我是 Mira。 今天呢来到一个平时都不会太来的地方，就是这个 World Cup 競技站的附近啦。咁呢度有好多电视台或者一啲大嘅公司嘅 office 系聚集晒呢边嘅。咁而我今日做乜无啦啦会嚟咧，就系因为咧我要去电视台啊。咁我今日咧就要去电台度做个访问。大家听到电台咪以为系 live 嘅咧？唔系，因为其实电台咧都有啲系预先录音嘅。咁我今次就去预先录音。前面有呢个就系 CJ， 之前其实我都嚟过好多次。因為之前我經營的公司是 CJ， 咁之後就冇再合作啦，所以就變咗比較少嚟呢度。因為同埋佢哋咧擴充佢哋 office， 佢哋而家另外一個 office 喺江南區，咁所以可能而家同 CJ 簽約嘅一啲創作者們咧，都係去江南嗰邊嘅 office 比較多嘅。有少少遠啊，要行七分鐘。呢度係一個手藝技術研究院。系啦，前面啦，前面啦，见到啦，见唔见到 TBS 嗰三个字？冇错，今日咧就要去 TBS 嘅电台度录音啊！我莫名其妙有少少紧张。其实去电台录音我就唔系第一次，之前喺香港都做过几次，但喺韩国嘅话咧，我系第一次。TBS， 个门口系咁样嘅，跟住对面有一个门口，我哋一阵间应该系呢一个。我想去厕所，好急啊！好，然后就是今天的主持人是 Fion， 然后他待会要访问我，好紧张哦。我现在要进去喽。哎，你好酷哦！你现在这样子，你是职员证哎，好厉害！有没有？出入证就是一个出入证。OK， 哦，爽哦。所以想问，会录几组？你一天？今天录两组。哎，比较轻松啊，今天。没有没有，今天是就是我跟你我的部分录两组啊，但是别的人还要继续录。哎，这写的 I saw you， 全部都 I saw you。好，好，你逼。好烦啊，硬要拍。你要拍啦！哇哦，哎呀，我待会要拍照。好真挚，한적이안들려서아내일부르는줄알았어요。好好，我现在讲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嗨，我是 Mira， 嗨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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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那今天要和我们聊人生故事的呢，就是一位网红，让我们欢迎 Mir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ra。不少认识 Mira 的听众都知道你的视频主要是拍你在韩国的生活嘛。对。而且你在来韩国之前就已经有自己学韩文了。你先跟我们聊一下，说当初怎么会来韩国，然后怎么又决定开始拍视频呢？好，当初来韩国决定要居住的原因，是因为之前来韩国旅行的时候都觉得哦，感觉不错，然后觉得韩国人很亲切，然后可是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慢慢对韩文开始有兴趣，我在香港自己学嘛，我看着一些影片，这样子在家里就是写笔记这样，可是就觉得啊，我毕竟在香港没有韩国人啊，那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来有韩国人的地方。但我记得你的第一支视频好像是在2015年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把第一支关起来了吧？对啦，其实是第一支我出道的的影片。我就是把它关掉，因为我觉得太青涩了。我真的每一个创作者应该都是会被这一个就是会很影响，应该是没有一个不会被影响。就我想要分享的东西却好像没有很多人喜欢，大部分的创作者来说这个算是蛮致命的一个点。你的影片里面很红的一个就是降血哦。 对， 对，这个我也是有吓到的。就是一开始我单纯是很喜欢吃酱油蟹而已，然后我就拍我就是吃得很开心啊，然后我就想要把我觉得好吃的介绍分享给观众这样子。可能是累积了大概5-6个吧，然后后来就在平台就网络上搜的话，搜 Mira， 然后空格就是酱油蟹。谢谢你，耶，结束。哦，这样子
讲一讲很快哦。对啊，其实时间都过很快。这水也没有喝。不让你喝，就让你一直讲。嗨，好，那我们要先送他走，我要继续录下一场。哦，辛苦了。耶、yeah! ，就是超简单的一个对话，很开心的一个对话。哦，对，你很辛苦啦，因为你要准备很多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你是专业的，所以就是找你来，我不担心。你最近每天都待在这里？没有，一个礼拜录两天，有时候在家工作、台本啊、写脚本那些的。你是在地铁上吗？我有看到。对。我觉得主持人有差，你会问，我就会回答。其实来宾也有差，因为你就一直讲，我就会觉得哦，我放空休息一下。没有，有些人不行啊，有些人不行啊。我刚有点怕会不会那个过时间、超时间，没有吗？那我们再见，好，继续录了，拜拜。点啊？你觉得跟我过嚟？做嘢好玩，虽然冇收钱嘅，都几好玩嘅，新体验啊。系咯，其实本身我谂住我自己嚟嘅，但系觉得电台其实又唔系真系咁多机会可以入到噶嘛。同埋我都唔系好了解你哋呢行，不敢跟下嚟睇下都好嘅。系啊，搭车去宏大。我哋已经嚟到宏大啦。哇！一嚟到一转呢条街已经知道系宏大，咁多人。因为头先嗰边真系咩人都冇，嗰边系劲空旷，系冻好多嗰边。系啊，空气都系啦，而家就系温暖嘅，热啊开始觉得。系啦，系啦，即系买对啊翻去。买啊，你咪买。你，我唔着拖鞋噶嘛。我唔啊，我唔好惯着呢啲咁啊。试下咯，反正万五。因为 shopping 真心平，我觉得系真系好值得买。如果大家嚟韩国买鞋嘅话咧，我哋操着嘅话咧，系自己拎啊，自己拎啊，劲方便。有就有，冇就冇噶啦。230试下先。小姐帮你啊，劲方便就咁凹入去就系太细，都真系要240，我搵下先。245买试下。试咗个咩先啫嘛？喂，啱喎！但系我觉得呢度好似起晒，我觉得有啲圆啊，不过个顶。哇，呢个好似好睇啲。你入嚟睇下，但系变咗我买嘢咯，而家又系，好烦啊！嚟食日本嘢。好，咁講翻頭先個電台節目可以喺邊度聽咧，就係 KBS 啦。咁至於點解我會無啦啦即係過去做個訪問咁樣咧？我同 Fion 本身就相識啦，然之後 Fion 冇幾耐之前咧，佢就成為咗呢個電台嘅作家。咁而呢個電台咧就係喺韓國嘅一個講中文嘅電台嚟嘅。咁佢自己有負責幾個環節啦，咁然之後佢都要負責揾好多唔同嘅人咧去俾佢訪問嘅。咁所以佢咁係極度忙啦。咁然之後咧，佢咁啱同我講呢樣嘢就話：，哎呀，你過嚟玩下啦！咁如果你過嚟玩嘅話咧，就係我哋第一個咧接受訪問嘅香港嘉賓啦。跟住我就話：，哦，好啦，去付錢。跟住喺度拍我拍買電單嘅。而家拍緊。呢間係我非常之中意嘅麵包鋪，位於延南洞。我媽都俾我影響咗，佢主動話要嚟呢度買麵包。真的好好吃，我好中意佢呢里面有个朱古力包。哎呀，冇晒啦！我竟然冇晒咯，第一次会见到竟然冇晒。哎呀，而家劲早咗，竟然冇晒。我未试过买唔到面包，真系好彩啊！你抢手，你真系好好彩。好啦，咁我哋翻归啦，听日要好早起，因为。好啦，然之後咧，同媽咪嚟咗呢個南怡島。今日我join咗嗰啲一天團啦，跟住啱啱去咗嗰、那個法國小王子村啦。咁我就影咗相，因為頭先好眼瞓，所以完全唔想拎部機出嚟拍 vlog。跟住而家咧，我哋就嚟咗呢一個南怡 Island。可惜仲係綠色嘅，再過多一排嚟咧，就會全部變曬橙色，就好靚噶啦。但而家即係10月20號，即我估根據而家嘅天氣嚟睇咧，因為而家都頗暖下嘅，一啲都唔凍，所以我覺得應該可能11月頭先至會真正有楓葉睇到。即如果你想睇到好壯觀，全部都係紅色嘅葉嘅話，係喎，老人家門口野餐好正喎，係咯，幾正草地啊，我哋中意嘅草地啊，我成日叫你去韓國就係去草地野餐，呢個草地係舒服啲咯。
係啦，媽咪咧由頭到尾都為咗食拌飯、拌飯、拌飯，終於而家有紫菜添喎。因為我咧就係食呢一個粥杯，我最中意嘅牛肉粉絲湯，係唔辣嘅。咁媽咪都可以試。唔係我中意個味，唔開心。好啦，我哋而家食完嘢啦，跟住我都蚊子唔敢我就好講嘢。係啊，我啱啱先有個蚊子飛咗落個頭。因為我哋喺外面都嘅時間有四個鐘啦，食完晏咧其實仲有啲時間嘅，咁我就諗住可能食啲甜品之類咯，如果有嘅喎。因為其實頭先個爭我都覺得慢，我哋。快啲又唔可以快。好得意啊！走啦走啦。我第一次見到松鼠啦。所以我咪叫你提影咯。咦哎呀，你帶佢過去喎。佢唔驚嘅。識分啫嘛，你大人小人。哎呀，搞錯。中意細路。我哋所有人都圍住呢一隻松鼠啊，勁多人，周邊勁多人去望住，又好搞嘢啊咁樣，真係好近，好近鏡。其實佢應該見慣人咯，我估。哦，佢跳上樹，嗱呢度啊，我朋友啦，哎呀，佢哋相會啦。係啊，冇咁快啊。佢已經好慢好慢，唔敢呼吸。即係佢入咗去兩隻鏡頭。但其實他們都是分開行動的，哎呀好得意啊！我上次來南怡島好像是兩年前，然後是冬天十二月的時候，零下不知負幾多度樣，所以你是不會見到這些動物走來走去，所以真的這些旅行是要秋天來的，知不知道大家？因為夏天又會熱死，又會狂出汗，春天都可以，但不知道秋天會秋高氣爽一點，所以我個人真的很喜歡秋天。十月，我是十月的女子，我媽咪是九月的女子，都是差不多秋天。哇，如果這裡呢夜晚很恐怖，一粒燈都沒有。我沒有留意過咯，都是你留意到的。好，眨下眼就到呢个晚饭时间，我哋食豆腐锅，系嘢食味嚟啦。忽然之间我就见到后面有烧酒呢样嘢啦，跟住我就乘机就无啦啦问妈咪话：你想唔想饮酒？因为咧我发觉佢冇同我妈咪饮酒嘅，因为我觉得烧酒其实都唔系太好饮，但我今晚见到有水果烧酒，而且系好饮嘅，茶梦嘅意思。是我以前很喜歡亦都非常之成日飲嘅一個燒酒，因為佢幾易入口啦，跟住甜甜地，其實咁先衰，因為勁快醉。咁跟住然之後咧，就俾媽咪試，跟住佢覺得幾好味啊，幾好味，幾正啊，又容易入口。Cheers！ 同媽咪飲酒，我好似第一次同媽咪飲酒。我咧就係唔會面紅嘅體質嚟嘅，但我媽咧就係飲一杯咧都可能會面紅嘅體質嚟嘅啫，就睇下酒，溝唔到酒飲。蠔炒飯 ，very good 到，但係佢有啲大兜，我估唔到咁大兜。哇，嗰個好見唔見到？我要袋袋袋袋。嗯，啱你啊！你想吃飯焦湯的話，你就不走啲飯喺度先。哦，你都唔想食咗飯，有啲多咯，我覺得。但其實你嗰個是一個定食嚟嘅，係你一個人飲。嗱，食呢個軟豆腐鍋嘅時候咧，一定要落雞蛋，我幫你落。唔知辣我就用蝦，我就係辣。佢唔辣，好抵食喎呢度。係咯。介紹俾大家，呢度係新道林嘅近住 Camden Hippodrome 嘅嗰邊出口嘅一個住宅下面嘅一個係一個商場仔咁啊。呢一間唔知有冇分店啊？